这件单品我需要一件外套，哎，就是可以，我也选这个吗？哇，也可以啊，也可以。那你们这样就更有对比了吗？可以可以，待会儿那我也看你的。行，可以可以可以。你们还有两分钟咯。真的？那咱们先把顺序定一下吧。黑白配嘛，黑白配。哇！哥哥又是我，我又最后，我赢了，我赢了。价格呢也没写啊，自己想办法啊。可以问你们借一支笔吗？可以啊。啊，谢谢，那我。产品理解，直播发售。直播电商是要关注售前、售中和售后的。在面试的时候你就应该展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所以如果让我来面试的话一定是比较严格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严格是对他们以后的负责。好难哦。时间到喽。你开始就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这边会看时间喽。开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精英的直播间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外出神剑两件套。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号链接的这一个小马桶。那所有妈妈呢都会有一个焦虑，宝宝长到三岁以后学会了自主尿尿，那外出他一个如厕怎么进行？旅游的时候或者是长途跋涉的时候，我们在车里在户外怎么可以非常方便的让宝宝可以找到自己非常舒服的一个如厕状态呢？这一个小便盆就金淑怀特别好的一点是有使用场景，不管卖任何东西我们都有使用场景，这一点非常好。再一个就是真的很有活力。那他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法，三二一。啊，不好意思，翻车。不好意思，没有操作成功，再给我一次机会，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法啊，三二一。它是一个可以折叠的小便盆，然后呢今天只要在我的直播间下单的宝宝就会送一卷我们的垃圾袋免费给你。这个垃圾袋的话承载力也是非常好的，宝宝如厕完之后。金淑怀特别好的一点是你讲到了赠品，赠品其实有时候在直播间会比补品更容易让粉丝感到兴趣。只要把它套进去，在宝宝如厕完之后呢，我们一拉就可以不会造成任何人的负担，然后我们把它拉起来收拢，就是一个非常轻便的地方。这么短时间就知道产品怎么使用，这个能力太棒了。这个小包包，二号链接是一个妈咪包，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妈咪包是一个在外面可以给宝宝变成床的妈咪包，当当当当。然后呢，我们只要今天下单的宝宝，我们就会给你拍一个宝宝熟睡的垫子，可以支撑这一个妈咪包的支架。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妈咪包其他的细节也做得非常的优秀，像我们最前面非常贴心的给妈妈设计了三个餐位，需要尝鲜的我们也可以装在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锡箔的设计。还有除此之外，那个包包我觉得你真的研究透了，你把那个产品就几乎它所有的卖点都展示出来了。我被种草了，虽然我没有宝宝。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今天只要来我直播间的妈妈们，建议大家一起拍，因为今天一起拍的话，我们下单还会再给大家送一张20的优惠券，所以大家可以把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一起拍上，它一定是你们宝宝外出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好，谢谢大家。我觉得这会给后面的面试者挺大的压力。好，我要准备 好来开始吧，开始吧。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猪猪朱雅球，今天是我第一次上播，所以我很紧张。我希望你们能够陪伴着我。然后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夏日的新品，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这款裙子呢，
非常的修身，它的版型就是可以突出你的腰身的。在我们公司年会，或者是在人走了一半，比如说我们参加那个年会的时候，在跳舞唱歌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来一个？比如说，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又开始唱歌，太可爱了，这小孩。对，我觉得是可以的。人走光了已经。而且再一个，今天你下单了，哪怕你今天穿不上，挂在你的卧室当中，你给自己一个激励，你觉得有一天我一定要瘦的，我能穿下它。这个是我们在卖衣服的时候的一个大忌，因为我们是希望告诉消费者什么东西应该买，什么东西应该不买。我在直播间经常讲一句话，你要去买自己用得到的东西，你不用你就不买。然后呢，大家会觉得像这样的衣服啊，是不是会很贵呢？是的，在线下确实不太便宜，我们线下卖399，但是今天我也跟大家说了，这是我的第一次直播，真的是第一次直播，所以我今天打算以99块的价格卖给大家。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哎，那我买回家之后如果穿的不合适，我可不可以退？我们是包7天无理由退货的，而且还包运费险，所以你下了单的话，你穿的不合适，你退到我们直播间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好的直播间是要注重回头客的，要注重售后的，而且衣服的退换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送运费险这个非常好。好，来准备好手速了啊。哦，对对对，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还可以，好，准备好了，周公准备好了，准备好了，5、4、3、2、1，上架，状态好起来了，后面自己比较有自信了，行，好好，谢谢老师，嗯，我的妈呀，腿都软了，估计，哦，最精彩的时候来了，两个人选了一样的衣服，我直接开始吗？是的。Hello， 宝宝们，欢迎来到小小的直播间。今天小小来带来的是一个服装的专场。现在可以看小小身上的这件衣服，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爆款。大家可以看裙子的侧面，它是有这个抽绳设计的。小婷的话，其实选择了跟自己身材匹配的衣服，这个很重要。比较合体，而且它的弹性比较大，它是这种螺纹的，而且呢，这个袖子它也是长度适中。我下面配的是一个黑色的靴子，非常的高级。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多少钱，然后稍后我再告诉大家，一定给大家一个惊喜。然后它的这个方领的设计呢，我们在这里可以配一个小小的配饰。那我今天配的是一个我们这样的皮草。那我们今天这两件一起搭配来购买的话，是可以给大家一个20块的优惠券。小小今天第一次直播，就是想给大家来送福利。如果今天在小小直播间成功下单呢，小小个人再补贴50块钱，每个人补贴50块钱，是小小个人贴的啊，跟公司没有关系。然后咱们最好是这两件一起搭配来购买。好了，那大家快下单吧。他开播有一个拉流的提问嘛？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多少钱，然后稍后我再告诉大家，一定给大家一个惊喜。但是你最后没有把答案告诉我。哦，对吼，确实没有提到价格。好了，亮亮马上就来啊！衣服再换，衣服再换。一看就是熟练的，你看。好，来了，亮亮回来了。宝宝们久等了啊！那今天呢，亮仔上一期已经预告过了，这一期咱们是皮草专场，对不对？皮草专场呢，一定是大大的优惠的。咱们现在是反季嘛，反季买东西一定是讨着便宜的，所以这一期直播一定要留到最后，好不好？答应我。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里面这件内搭啊，这件内搭呢真的是非常厉害了。哎，我们在介绍衣服之前，没有关注我的赶紧关注起来，没有点亮我灯牌的也赶紧把我的灯牌点亮啊。好，那今天我这件衣服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一件非常百搭的黑色的 one piece 的一条内搭。是我铁粉的宝宝应该都知道，我这个手臂是非常的粗，我肚子上也有很多肉肉，但是这条衣服穿上是不是把我的缺点都遮盖了？是，解决痛点，特别棒。对，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所以说手上有肉肉的，肚子上有肉肉的，赶紧过来好不好？姐姐今天在教你们应该怎么样扬长避短，然后搭配上我今天要给你们推荐的这个皮草。我跟你们讲，我们女人，你活到了30岁加，
你真的应该勇敢一点，去做一点你以前没有做过的选择，去尝试一些你以前没有尝试过的事情，衣服也是。所以呢，没有穿过的宝宝可以今天在我的直播间任性一把试试看，不好看的我们再退回来没关系，我给你包运费险，一件皮草你们去随便搜。